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集的 Keyword Bay TV， 我是 Alan， Sports and Recreation 的 Assistant Supervisor。 今天想简单介绍一下会所为大家提供的两种新活动，分别是 Croquet 和 Cornhole。 Croquet 中文名是槌球，是一种以球杆击打木球或者塑胶球通过球门的运动，可以单人、双打或者团体参加。而家就等我哋讲解一下单人嘅玩法。每个人手上会有一支球杆用嚟击球，咁喺场上就有分别四种唔同颜色嘅波。玩法就系打完每一种颜色嘅波，穿过球门，然后就打另一种颜色。场上边就有三只门，当每个球喺门中间完全穿过就可以得分。咁如果喺比赛入边得分最高嘅一方为之获胜。接住落嚟，再为大家介绍下 Cornhole 嘅玩法。Cornhole 即是布袋球，是近年新兴的运动，有分单打、双打和团体赛。今次就为大家讲解一下双人赛的玩法。玩法就是将布袋球掟入斜板入面的洞就有三分，停留在斜板上面就得一分，出界是不计分的，局数就不限，先到21分的位置胜利。